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猪侠猪。我们这一集要来拍的是这一出小品解谜，不用说，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是小品解谜。然后呢，我不想一直拍生存跟那个小游戏，对，去别人伺服器玩的小游戏，对，这样不太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要逃家，作者是兔兔，然后你看，我做兔兔来订阅我哦。好，我等下去看看你的频道。耶、yeah, ，跟你拍张照。咚咚，咻，咚咚咚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它旁边的东西。它这个是要 1.9.2 版本以上的。点我查看我的频道要订阅，点你。哦，这里，或搜寻兔兔，或搜寻兔兔。图片是自己画的，旁边有订阅，别订阅错了哦。开始游戏，先看规则哦。点我看规则，不要违反哦。哇，马上出来！不要破坏健康和平，不要作弊，开心游玩。用 1.9.4 才开心，是哦。我是 1.9.4， 但是我是用 1.12， 因为他有说以上的应该也可以。设定内容随意，亮度视野，材质包随意，材质包就最原本的。盔甲桌上的都是请勿拿去，旁边有可能有告知白提示东西的挡住。请勿骂作者，用心玩玩。第一次做地图不好玩，这个请小心。OK， 那这是什么？不看你家的事，没事，算了，直接把它留着就好。点我看剧情。哎呀，几天前我好饿，去餐厅吃点什么好了。不远处传来声音，学生，学妹一，你知道我们班来了一个帅哥吗？我没听说耶。学妹三，你们餐点好了没啊？对吼，要点餐。好可爱的学妹们。我应该要点餐了，吃完后啊，好饱啊，应该回家了。叮叮叮，什么声音？我又没有带手机呢，好吵！我是梦哦，是梦啊。第二段剧情二，天，还有剧情二，是梦啊，但被禁足了。但今天同学们将要看发，放我出去。喊破喉咙也没有用，我一定要离开这边逃家，只为了开趴。逃家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酷哦，这好酷哦。你的鞋子，请勿拿去。OK， 我都拿了。电脑不行，电脑玩好了，反正又被记住电脑。电脑，翻桌，搞朋友吵死了，挂脏话，存内存，然后关掉就算了。不关我的事。房间，妹妹的房间，妹妹好像出去了。刚妹妹是哪里？爸妈的房间，那应该是要过去。哇哦，可以睡觉了。我为什么要睡？我可以睡爸爸的房间的觉吗？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房间的觉应该会比较好玩。因为他们两个在床上，没事，开玩笑的。来，继续睡觉喽。通风管真的蛮好房间的。哎，我房间会不会有那个啊？尘土？看到下面就还有一个。
点开妹妹的店，我来看妹妹店啊，店没啥好玩的，我关掉了，无聊。妹妹的店呢？怪怪的门需要钥匙，怪怪的门需要怪怪的钥匙。对啊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有看和平？对，和平的，通常他住的都会先设置好。怎么都没东西？怎么可能？那如果真的没东西就算了。我觉得这边一定有成就，但找不到。嗯，那里面那个箱子我想要。哇，这是通往里面。最近有问题啊，这个算应该也没什么东西，那我就先走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装好，有了。不，我恨这个，算了，掉再来吧。哦，有弹力，就是比较有弹力，以前都没有。爸妈鞋，看来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一定要进去这里面。放那些比较特别的，哦，好烦啊，我一直按我的滑鼠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那一个特别妈妈最爱的宝石，好的，钻石。就是刚刚那个吗？这里没东西。东西就一个钻石而已哦，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那我们先找一下我们上下一条路上往哪里走。我的房间哦，我们要找到我们房间出口的钥匙。我知道，但。房间出口钥匙在哪？没有在这里。快了！那这两个是合在一起啊，下面那两个是。对，已经找到一个。我的。
是欸，这里还有个，是吗？没有啊，这里没有了。就感觉这里还有，但其实还没有。对啊，他没有啦，哎，最好啦，都没东西吼。主要是漏掉了什么？先拍了十分钟而已哦。好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要寻找一下。好，我又回来了，然后我可以确定这个是那个了。成就房，然后你们会想说，我为什么现在要走回去？因为我刚刚去看了作者的简介，然后我发现那边有写成就啦，但是成就有个是在妹妹房间，但是就是很难点到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有东西有没有看到？对对对对对，但是对啊，我是有看到，那你我问你一下，这要怎么点啊？有没有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？那里一定有成就，但重点是，我点不到啊！这个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决定放弃妹妹家的成就。然后呢，我们房间好像也有成就，所以我就先不理我们房间了。然后我们先回去爸妈房间。我可以确定刚刚那是成就房，所以代表成就房以外一定还有我房间的钥匙。就除了这个地方，这样子能看最可疑的这个，我决定来。寻找一下，下面没东西呀、啊，正斜前方也没东西呀、啊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好，那来先选，先选，先选。啊，好累哦。哎，我刚刚点到了什么东西？先拿出来我的房间钥匙。我有个极大问题，你哪边来？哪你哪来的箱子啊，先生？你哪来的箱子？算随便。我房间的钥匙，可是为什么没有爸妈房间的钥匙？我以为是要找爸妈啊，爸妈房间的钥匙没有了，那为什么爸妈房间只有通风管？天，这好像有点恶心的，算了，我不要再想歪了，继续玩下去。下去吧，这边吧。哦，我家几？我记得我家还有一个，就是成就，但不知道在哪里。感觉那后面有东西哈、啊。好吧，全部都是我在想。看来也没什么成就哦，算随便。咚。嗯，看来只可以往这里走了。走喽，逃家喽，逃家喽。妈妈好像出去了，她说中午会回，中午会出去，明天晚上才会回来。哇哦，这感觉是有东西吗？有了，没人看的书，这可以看啊。好，这不能看。然后这脏话，好，没有东西。咚，泥土，然后。那边有东西，我想点它呢，但我点不到。这里还有一个箱子弹，
有，我有点到它，但它的旁边有一个，也有一个箱子的。重点是我点不到它。算了，先点这个吧。真是的。真就没有收的手机，那你手机长得好丑 ，iPhone 几啊？我不要吃东西，要去开发。OK， 但这边还有一个东西。我想点它啦！哦，作者，你可不可以看一下这到底根本就点不到吧？不要看电视，要去开房哦。妈妈应该是准备出去。等下，妈妈应该是使用备用门出去的。厕所？不，天，你们家好豪华，还可以。备用厕所。等一下，这镜子好帅哦！但重点是，我的人呢？人，我是死人吗？是我把他打坏，他这个画面也会没有。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要记得洗手。哦。但你那个门是怎样？算。哎呦，就感觉有些东西可以顶吼。最好啦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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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有啦，一定在这里啦！告诉你，跟你赌，一定就是这里面那一个，但要等我点得到。就那一个啊！哎，再等我一下，再等我一下，我花了好久在里面才发现。这里还有一条路啦，八戒啊！哎，超八戒。然后这不是妹妹的房间吗？这里还有一条路，没屁用的路。哎，算了。我围了，这里是备用的门吗？那就不是啊，我是要继续那个吗？找寻我的钥匙吗？感觉。不是在这画里面，就是在那个里面呢、啊。真是的，算了，再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回来了。然后我在这边对待了一会儿，然后我发现其实这样点不到，这样点啊八七。等一下哦，我点了很久才发现到这里。啊，这怎么掉下来的？只是请勿脑中偏要拿的。等等，我可以选择看吗？走喽，门，是的，蛮有创意的。你现在叫我每个月都要看吗？乡长，白痴！玉姨她妈妈那么……哦，要看了。哦，终于出来了，要查吧，快去开趴！我要搭车去开趴。
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帅帅的。哦，屁股。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就知道，就知道吼，一定要有东西，我就自己走出来比较安全。我觉得好像还有，哦。哦，那个东西踩到，恭喜王娃子弟度，感谢游玩。这是器物拿走。对啊，这个就是这两个，为什么没有娃娃是一只鱼啊？花朵的翅膀，我觉得妹妹的娃娃应该比较像这张纸一样。啊，这个还是不要练好了。咚，然后呢？游戏程度有点困难，希望能更很适合，非常好玩。哎，不要，成就不用再多一点，没关系，成就不用多一点。希望有更好的地图哦。是真的有点难，没获得任何的，不是说不要破坏方块。方块了吗？我没有，我很想，不行，没有，所有的成就都到齐，没有，有订阅做的，不知道，谢谢你，可是你有订阅吗？哦，这感觉就是点我炸掉这里，等一下，不要激动啊，这个，看那上面那个，看，我就知道，哎，喂。这个哇，我要炸了，给我，我要炸掉它，炸！棒！好，我们这集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